我觉得人生本来都是有输有赢的，但是输这个东西哦，你一定要认，你才会输。所以只要你不认输的话，你一直都不算你真的是输了。我是 Fashion Boy， 我不会飞，可是我很会先飞。Yo, what up？ 大家好，我是 Fashion Boy， 今天带你一起喝咖啡吧。What up， 各位小飞仙，今天呢，我想到这个新的企划，因为我想到每一天呢，我都会收到很多小飞仙的一些 message， 一些 inbox 问我一些生活上的问题啊，遇到的难题啊，或者穿搭上的一些疑惑，是不是想，哎？我每天喜欢去外面的咖啡厅喝咖啡，不如我今天就拿一杯咖啡的时间来跟你们谈一谈心。好，所以我就在我的这个 Instagram 的这个 question 里面找了很多你们的问题，我筛选了过后大概会有一个8到10题，然后希望我的一些看法和回答可以帮到你们，让你们可以更加有这个方向，就可或者可以解除你们的疑惑，加上你们去求黄大仙一样。你是可以认真的 content 这 part 看掉，看。So， 今天我会回答的问题哦，主要都是在自信这一方面的。那会把你们的名字全部盖掉了，因为我相信很多时候你们都不想要 expose 你们的真实的身份。好，第一题我要回答的问题是哦，自信是不是很重要？穿衣服是选自己的，自己喜欢的。答案是很明显的，因为。我觉得穿衣服就好像一个产品的包装，它是完完全全可以让人家第一眼哦，在还没有认识你之前，对你有的一个 pre-perception， 一个 first impression， 所以它很重要，因为它代表了你，就像公司的 logo、公司的员工，或者是公司的一些资产、产品，是完全。代表这一个公司的，所以 image 非常的重要。就是你不需要理你身上穿的东西贵还是不贵，或者是不是名牌，有没有档次，最重要是你整个人穿出来有你的档次。我今天早上看到 Emma Watson 她的一个 quote， 她这个 quote 非常的好，她讲 Wearing unbranded and cheap clothes does not mean that you are poor. Remember that you have a family to feed.Not a community to impress， 这句话非常的好。其实是到最后，你要的是自己舒服，而不是去 impress， 所有人或者是无关紧要的人。然后我发现也很多人问这一题，他讲会在意身边人的眼光吗？对于你的穿搭等等的，我发现很多人问这个问题，不只是关于穿搭，或者是人家对你的看法。还有一题，我觉得可以一起回答，就是如何做到完完全全不理会别人的看法。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卖点，一个特点。这个就回到去自信，很多人在问什么东西是自信。我觉得自信是知道自己的实力。这所谓的实力是什么呢？实力就是你的底气，它可以是你的财力，它可以是你的资历，它可以。是你的名气，它可以是你所拥有的东西，或者你所会的东西，任何东西都可以是你的自信。但是你一定要有一个东西是专属于你，因为你只要一做那个事情，或者是一谈到这个部分，或者踩到这个领域的时候，你整个人就好像有一个 power， 有一个气场，好像有神附身在你身上，那个时候就是你最有自信最发光的时候。所以你问我什么是自信，自信就是要懂你的能力在哪里。好，怎么样可以做到不理会别人的看法呢？其实很简单的，只要你很清楚知道你自己的能力在哪里，你朝着你要去的地方，你根本就不会去理会一些别人的看法，因为你很懂你自己在做什么。打个比喻，我做 Fashion Boy 做了那么久，其实我的留言区方面都非常的和谐，大家都很 nice， 但是久不久都还是有一些 haters， 一些奇怪的人留言一些 hate comment， 所以他们会觉得，哎。你怎么穿得那么丑？你穿来穿去就好像一个什么什么 wannabe， 或者你的穿搭不成体统，还是没有档次，很 cheap， 不要教坏别人，等等等等等等的。是，其实我从来都不太 care， 不管是在我被认识之前或被认识之后，我都没有很 care。主要原因是因为我知道我做的这些穿搭，主要的群众是谁，我是对谁说话，然后我也很懂我的目的地是去哪里。那么建立这个频道最主要原因就是给没有什么资源的你们，或者是对穿搭
产生疑惑的你们有一个 solution， 有一个 idea， 我可以去inspire 你。所以我的目的是在这边，而不是去 impress， 让你们觉得哦 ，fashion boy 是一个 fashion icon， 这个不是我要做的东西。其实讲到这边你就很明白，只要你有一个目的地，如果你知道你正朝着这个方向去的话，其实你没有多少时间去理会你身边的这些无谓的人 ，right？ 然后我前几天也在一个文章看到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句话。其实这句话非常好，他是讲护在别人心中修行自己，护在自己心中强求别人。所以只要你可以做得到这一点的话，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让你动摇。所以我觉得自信的来源就是对于你自己实力的一个肯定，而这个肯定是你自己给你自己的，不是别人给你的。穿搭和时尚的定义啊，如果你记得我影片里面有讲过这句话 ，A wise man once said， 时尚不应该只是衣和裤。它应该是你的生活态度，让你变得很酷。其实这句话我要讲的东西就是，我觉得时尚是归于艺术，然后艺术归于的是一个人的信念还有执着。所谓的时尚哦，是你对某一些东西有你的执着，就由你的执着变成形成一种你的美感，你的审美给你去自成一格。这就是我认为的艺术，也是我认为的时尚应该有的态度。像我们常常讲嘛，美的东西很难去定义，你觉得美，人家觉得不美，人家觉得很奇怪、很格力、很丑，所以这个东西是不轮到别人去审判你的。就像我讲了，自信，你的自信就是你的底气，你的底气就是你的实力，所以你只要相信你自己这一套，任何人都没有办法可以去否定你的审美或者是你的一个信念。我觉得这个是时尚。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这个年代，尤其是 social media 很蓬勃的发展，我们天天都在刷刷刷，哇，这个很美，这个很好看，那个很糗，令到你不太会去做决定，也不会去做选择，这个就会让很多人丧失了原本的一个能力。所以我觉得大家应该更加相信自己的直觉，去为自己打造一个独一无二的一个品味。回到穿搭，我觉得穿搭就是要去体验生活，因为你会从你喜欢的东西去发展，去延伸到不同的东西，把你对一个东西的执着一个审美发挥到淋漓尽致，发挥在你的身上，人家一看到你就知道，哦，你是这样的一个人。比方说好像很喜欢艺术的人，他有一个 style 的，比较放浪不羁啊，或者是穿一些很多 splash paint 的一些东西啊，他整体的感觉就让人家觉得，哦，他是那个人，他是这样的一个 character。 我觉得穿搭最重要就是让人家知道你的 character。 当然我知道穿搭这个东西一切都是从模仿开始，可是你在模仿的当中，你就要去筛选什么是属于你的，什么是不属于你的。比方说现在很多人觉得trap 和 rap 很流行，他们就想要成为那个 rapper， 穿到像那个 rapper， 可能 ripped jeans、gold chain 等等的。But 你要明白一点，你不是活在那个世界、那个领域的人，所以你没有办法可以变成那个人。But 你可以喜欢他的穿搭，只是怎么样把你自己的一个 character 放在上面，不然人家就觉得你只是一个 wannabe， 你穿什么都不像什么， right？ 啊，我认为，如何看待输这件事啊？我觉得人生本来都是有输有赢的，但是输这个东西哦，你一定要认，你才会输。所以只要你不认输的话，你一直都不算你真的是输了。当然，我们以一个比较客观的角度去想，如果你玩游戏也好，玩什么都好，有一个规则，叫你输了就是输了。But it doesn't mean that 你这个人输完全部东西，你可能在这个规则下你输了。但是你其实没有输到，你反而赢了一些经验，你赢了一些你 unexpected 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在一个事情的输，可以让你去看清很多其他事情。它不是要让你觉得你自己是很差，你是最烂的，而是要让你去发现到，哎，有什么地方可以去做得更好。所以我觉得它不需要把输赢看得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一次的输哦，是让你下一次的胜利的一个铺排，让你可以赢得更多，更多东西去赢，让你更加有一个目的去取得这个胜利。所以我觉得大家这样子来看，这也是一种运动员的一个精神。你今天的输是造就了你明天的成功。然后我觉得胜负本来就是一个兵家常事，只是不要让你这一次的失败或者是你这次的胜利去让你以后都变成失败，这个才是比较重要。因为有些人赢了过就轻飘飘，反正他就永远失败了。
所以有些人输了他就永远起不到来，他就自己打败自己了。所以我才讲输赢这东西是要去认了你才会输，所以千万不要认输，这次做得不好下次要做得更好。我发现很多PM 我的小飞仙都讲没有目标啊，生活很混乱啊，找不到方向，或者是输过同年龄的人啊，别人做的比较好，让他觉得哎，他好像很失败。那往往这一些 PM 我的小飞仙其实年龄都非常的小，18、19，甚至有些17岁。所以我觉得你好像有点太小了吧，而且很多时候他们会觉得他们自己好像很老了，很失败。同年龄的人哇，可能有很多 follower， 很多很出名，还是有一辆很大辆的车等等等等。所以这个就回到去一开始我讲的，你的自信就是你的底气，你要很清楚知道你自己有什么，或者你应该是看着这些人，然后跟自己做个 compare， 你自己缺乏了什么而去增值自己，而不是让他们有的东西去打败你。不要太过物质啊，而且你才17、18岁，你的可能性其实还蛮大的。甚至我想讲，其实 Instagram 这些东西它只是让你看起来好像很厉害，但是数字的东西是很空虚的，所以大家不要把这些数字看得那么重。我觉得网络这个东西只要你找到了它的 formula 的话，其实谁都可以红，应该这样讲。但是红的前提就是你必须要有实力，因为往往这些在上面的人，红的人，出名的人，他都有某一个他的特征，所以你必须要有你自己的特征，这样人家才会崇拜你，人家才会 follow 你，人家才会喜欢你。所以到最后是回到来你自己的实力在哪里，然后你要去的地方是什么。就比方很多人讲哦，我想要红，我觉得他很多 follow 很好，但是到最后你要的行业也不是做着那个，可能你想要做的是architecture， 你想要做的是 engineer。像这些数据其实对你来讲也没有什么帮助啊，类似一个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不要什么都要，要了解自己为什么要这一个东西，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然后目标和方向这个东西就是你对生活的一个执着。我很喜欢这句话，你可以不需要懂你未来想要什么，但是你必须要懂你现在不想要在这个地方，这样的话你才会去改变，才会去做得更好。好，今天的这个 coffee talk 就到这边，如果你们还有什么疑问的话，还有什么想要我帮你解答的话，就可以留言在下面。如果还有拍下一集的话，我就再跟你们分享啦。所以喜欢这个影片的话，记得分享去看个八次，看一下上回直播，也记得我的 page follow 一下楼，对我的 YouTube channel 记得打小铃铛吧。我是 Fashion Boy。